永娟您好，王爸爸您好，欢迎你们来。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叫汪景春，这是我的儿子小汪永娟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。您上来我就很好奇，因为介绍里说你是天才，你知道天才什么意思吗？就是天生的才能的简称。天生的才能的简称。那我们现场能考考你吗？ Sure, no problem。 你是刚是说了一句英文 no problem 是吗？ Yes。 哎呀妈呀好厉害、啊、哎呀这是好，那我们那个不如就现场先开场来玩个游戏好了。咱先万年历行吗？可以啊。好啊，那马老师我先问一个啊。好，先问一个。2009年9月23日农历是多少？8月初五。对吗？真的对啊。那再加一个问题，星期几你知道吗？星期三。哇，太厉害了。刚才我们是万年历的一个小游戏，接下来我们再考另一个好不好？因为永贞说他只要是数字之间的加减乘除三位数以内他都可以，比如说66×78等于多少？5148。这么快？回答正确。那再来一个，88×99。81112。哦，太厉害了。要不咱让观众出一个，显得咱们是托。行，咱们现场观众有没有想有兴趣的？你说慢一点啊。慢一点，我慢。因为主要是为马老师着想。462×3×472+6。472+6，920。不对。怎么能不对？462×3=1386，减去472不914，再加上6=920吗？马老师，你确定吗？确定，你这肯定计算器出了错误了。怎么可能呢？我的答案是930，他的答案是922。那姑娘说的是462×3减去462+6，对不对？他说472，472，你输入462了。462×3减472+472。不是马军老师鼓掌，哎呀！原来我们的开场游戏，那个今天的主角是马老师的。